哎，小姐，你有证件吗？没有。那你有预约吗？帮你联系一下。见张海燕也要预约吗？我也太大了吧。要不你改天再过来吧，我们这里是有规矩的。我要是飞进去呢？哎，小姐，我是从乡下来的，托了多少亲戚才找到这么一个活儿，家里面还有老母亲和孩子要养，求求你了，可别砸了我的饭碗。算了吧，我这个人最不金求，不为难你了。谢谢小姐。掉下来人都摔死了，这谁啊？蝙蝠侠，比我们攀登技术还好，可他看上去是个女的，那他就是女版的蝙蝠侠呗。张总，安梅的高层调整后要求技术股提价20%。20%？他们抢钱啊？新来的总裁 Jack 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，咱们要是不答应，他们很可能中断合作，转靠日本人。也只能这样了，通知明天开董事会。嗯，好，我这就去。给我就行了。哎，想吃点什么？我让李阿姨回。好嘞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干嘛呀你？老妈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心理素质太差了，这个吧得练一练，对不对？那我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保安非常棒，很负责任。我走了，拜拜。走啊！谁找我？我去，美女，去兜风吧。这迈巴赫。是狗大户、啊！别废话了，去还是不去啊？去！你等等我，我去换件衣裳，我不能穿这个去啊！等我啊！
我是狗大姑，你怎么想起找我来了？斗嘴啊！别闹了，是不是没我寂寞了？切，我才不寂寞呢，这不是怕你们吗？好心带你兜兜风，好人难做呀。你就是想我了，想就想吧，我不歧视富二代的。你才富二代呢。哎，你看那边，坐稳了。哎，迈巴赫坠子，真厉害，身手也厉害。嗯，不用谢，应该的。人家谢你了吗？我都想好了，警察来怎么说，准备了半天台词，出了嘴了。我应该说不谢不谢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？不需要同学。是啊，不需要吧。解放军做好事儿，从不留名的，走吧。